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金妮姐姐来喽！等等，你们看，美女野兽款的乐高，中间呢有一个超级大的门，两边还有城堡。金妮姐姐已经准备好双手啦，和我一起拼装吧！噔噔，哇哦，你们看，这里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包乐高积木，哦，说明书上面还有对应每一包可以拼成的图案。第一包上面呢，可以拼成两个人偶，还有门的大面积。第二幅图就是将门上面的城堡部分组装好。第三包呢，就是可以将门旁边两个城堡也组装好。第四包将城堡里所有的家具都安装好，第五包就挑战成功喽！那我们现在开始拆开第一包。OK。哈，先来把女主人公的贝尔公主上半身还有裙子拼好。这个是她的头，还有贝尔公主的头发。等等。贝尔公主好美呀、啊！接下来要拼野兽，等等，这是她的身子、头，戴上头套就是野兽喽。两个主人公已经拼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拼我们的城堡门，把门的底座放好。哦，接下来要装门喽。叮咚，嘿，在门的前面呢，我们来安上门把手。贝尔公主家的城堡把手是绿叶做成的，上面呢再放两颗花花。把门放在我们的底座上面，门上面这里呢也要安上。哇，你们看，第一部分已经装好了。嗯，不对不对，这里还有一个紫色的布。它应该是披风，嘿，来个野兽装上披风吧。哇，第一部分组装成功，开始第二部分哦。来拼一个城堡的小头。把它装在我们的门头上面。接下来呢，要将城堡后面的部分装好。另外一边城堡呢，我们也要单独拼出来，装一个半圆，把它放在门头的右边。接下来我们来做门后面的灯，这次要做的是一个漂亮的吊灯哦。做好喽，把它放在我们的门里。哦，你们看，可以照亮门后面的部分啦。这里的城堡上面还缺一个尖，那我们来组装一下。OK， 把它装到门上面吧。哇，第二部分也组装成功，接下来第三部分要开始喽。首先，我们来装一个梳妆台，里面放一个小的抽屉。盖上一个小盖子，把蝴蝶结还有小梳子放进去吧。梳妆台做好喽，把它放在一边。接下来要做一个小衣柜，这是柜子的高，安好门，在上面安装好盖子。接下来我们来拼城堡的主要部分。给城堡做一个床，床上要盖好被子，旁边来安上我们的柱子。哦，美女野兽的花在这里放着，放在这个的上面。成功，那我们就要开始拼第四步
放一棵树吧。OK。树放在这里，成功了。一起来看看城堡组合的样子吧。哇哦，哈，好漂亮啊！里面还有很多漂亮的家具，快来看看。魔法变。哇哦，这个组合也太棒了吧！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这一款美女与野兽的乐高吗？留言告诉我吧。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